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兰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。好，那旭哥今天要免费入手超过12只的 T 0神角司马懿啦。好，今天要把司马懿冲起来，该可以冲到 UR 以上了。真的很爽，最爽的转蛋100多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错的这个爽度啊。好，还有这个最多礼包嘛，及详细的兑换教学。哇，这个真机的欧派也太香了吧！最近都在欣赏这个欧派，好，这个欧派也太赞啦、啊！好，那旭哥现在很多换新啊，将近16万的换新，还有这个很多抽啊，来抽一下这个 T 0司马懿吧，把它拼起来。再来拼啊，再一个十连哦！哎，吕林奇，这个超香的吕林奇入手啦。好，再来拼这个司马懿。哇，都碎片了、啊。随机的 R 的武将，来吧，司马懿来吧。哦，张辽哎。新角哎、欸，张辽不错不错，张辽也是蛮不错的角色。好，来一下司马懿吧，来，双蛋黄会不会来？看一下，要这个金色的啊，没有，哭哭，再来啊，这个转蛋券特别多啊。十几万的换新还蛮爽的，来金色一下吧。啊，没有。好，这个是随机 SR 的武将，会有两个，在29抽会有必中 SSR。哇，都是碎片。在5抽是必中 SSR， 来试一下保底啊，保底抽，哇，司马懿来了，结果是在保底的时候来司马懿。好，那之后就是在40抽会有，那我们来抽一下友情抽了，好久没抽友情抽了，哇，补充一下碎片。怎么都碎片？袁绍，哇！今天抽了大概100多抽了吧？蔡文姬，好，来背包来开一下这个 SSR。哦，张飞，哎、欸，张飞也是很不错的，刘关张摆一起，又拿到一个新角了，爽啊！SSR 的张飞入手啦，那徐庶、祝融，哇，这个换新真的太多啦，也太爽了。12只的司马懿啊 ，T 0神角，那可以把它升上 UR 啦，冲起来啊，直接冲上去啊，哇，蛮感动的，因为旭哥都是偶尔才进来抽一下转蛋，就放置玩啦、啊，偶尔抽抽转蛋，没想到竟然可以冲到 UR 啦。拿到超过12只了 ，T 零神角。这个司马懿呢，现在是一火啊，那慢慢再把它冲到5火吧，继续加油啦 ！T 零神角司马懿12只以上入手啦，超过12只最爽的转蛋，跟着旭哥抽起来啊！哇，真的不错不错，好，完全无氪金啊，就爽爽的偶尔放肆抽一下而已，抽到这个 UR 了，好。分享给大家了。好发，接下来这个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，三换满月工程站。接下来按这个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好，那下一组呢？输入这个三换满月赛龙舟，那角色一样选择你的伺服器，加上这个名称。那礼包码输入这个中文的三换满月赛龙舟，按这个兑换。然后就兑换成功了。好，那下一组呢？输入这个中文的鸡腿哥哥大礼包，中文的鸡腿哥哥大礼包，按兑换，就兑换成功了。利益 JJ，
DEJJ#CDFK#MRHL 大写按兑换，那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好，那下一组是大写的 FBCT#TXDS#TFQL FBCT#TXDS#TFQL， 那大家先抢先赢吧，这个只能用一次，所以大家就先抢先赢了。再来是大写的 UMYV#TVDH#GRWL UMYV#TVDH#GRWL。 好，那下一组是大写的 KXJT#GDLK#MSXC KXJT#GDLK#MSXC， 那接下来按兑换就 OK 了。这个大写的 UR666 UR666， 接下来按这个兑换，在这个网页按兑换，就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我们之后就可以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最新的序号，一样选择角色，选这个手不自愿旭哥，大家可以选自己在伺服器的名称，这是旭哥的这个名称。接下来礼包码的输入大写的 DC， 然后30后面小写的 DAYS， 大写的 DC， 然后小写的这个 DAYS， 中间是30 DC 30，然后 DAYS。先按这个兑换，就兑换成功了。那一样，我们就到信件去领取奖励了。选择角色嘛，就是你的伺服器，手不释卷，然后旭哥，这个是旭哥的名称，然后接下来就输入礼包嘛，观影品满月送福利，这个中文的观影品满月送福利。接下来按这个兑换，点下去，然后就会显示兑换成功了。好，那一样这个。角色名称一样，伺服器一样，那账号一样，那礼包码呢？把它换成张春华满月赠好礼，这个中文的张春华满月赠好礼。接下来这个兑换，它就会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这个一样可以到这个信件啊，这个去领取这些奖励，兑换成功 ，OK 了。好，那接下来一样就是伺服器啊，然后名称是同一个账号。然后你有绑定，然后接下来礼包码就输入这个吕林奇满月献大奖，这个中文的吕林奇满月献大奖。接下来这个兑换，点下去就兑换成功了。那一样到这个信件去领取奖励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角色账号是一样的，那礼包码呢，我们输入中文的三换满月福利多多。中文的三换满月福利多多，接下来按这个兑换，它就会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这个旭哥印象中是转蛋券嘛，应该有十抽吧，这个蛮不错，所以一定要记得领起来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一样角色账号一样，然后这个礼包码呢，我们输入这个大写的 FB， 然后60000 FB60000。FV60000 FV60000， 那接下来按这个兑换就 OK 了，然后显示这个兑换成功。那我们现在就到信件去领取就 OK 了。好，那下一组呢是旭哥一开服啊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大概一个多月前吧，所以呢大家应该都有领过了，那可能有些新玩家没有领过，所以旭哥再分享一次，就这个 UR888 大写的，那你的伺服器一样选择你的伺服器，然后名称这样，然后接下来就按兑换。那旭哥已经兑换过，那没有兑换记得一定要兑换，像旭哥已经领过这个奖励，一开服就有分享给大家，所以这个最新的资讯呢，旭哥一开局就给大家了。好，那下一组呢，旭哥之前也有分享过，那可能大家有些人没有输入过，那记得输入一下，旭哥帮大家总整理，大写的 UR 然后 THEKING UR 的 King URTHE 然后 KING 大写的，接下来按这个兑换，那旭哥应该已经换过了。好，那还没换的话记得把它换起来， UR THE KING。 好，那下一组呢一样，角色选择角色，选择伺服器名称，那旭哥是手不释卷，然后旭哥礼包码就输入大写的 DC5000 DXUB-VTFR-LWUD，这个可以拿到300换新加上 GUKQ-GDPG-QYFX，